韩团 Universe 世界少年，从2016年12月14日下飞机的那一刻就开始 long stay 三个月的生活，五个人加上工作人员的行李可真不少。这件事告诉我们，来 long stay 就来这边买衣服就好了，没事不要带行李。再看你一眼，抱歉，正好要有他们住的地方还不错。马妹，马妹。他一定心里想说，怎么没有电梯？你跟他们变团员？我就说了，来台湾买衣服就好，不用带那么多。这是谁的行李箱？谁的？谁的？这是谁的？日本。Boss。Oh my god！ 耶！我妹还没发现他穿的，我待会就把他带走送粉丝。把这个放在这里。这个转的很大哎，它是我的吗？我把它藏起来的。他会找。他没发现我们玩。你要看你们的房间了吗？我看完就不会。Oh my god！ 好兴奋哦！天哪，要看房间了吗？我想看。有事情他刚才怎么没有？是谁的房间啊？五个人，五个人一起睡。谁说了？五个人一起睡这里。那怎么分床位？怎么分床位？네명어떻게이거나누나누는지아니야게임나누는게임아니야나혼자나혼자잘 no 아아이저는거리야저는리더니까여기他要选那里。저는我是大哥，所以我选在这里。他们都选边边的，只剩下他还没选。我肯定要选他了。我选。你睡他们上的，枕上头去睡。没关系，浩辰，那你就选旁边的单人。好，我选。对吧？对吧？我的微微，比如我，你是 leader， 所以要做你自己说的 leader 自己一个人在这边吧。为什么叫是玩了呀？闭门思过。Are you okay？ 어디였지미정수저손잘릴뻔했어지금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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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名字是一句很有音乐性质的这个声色。This is the coffee beans.
천국 노래자랑. 你在讲什么？你在看什么？外面有风景吗？我们找到队长的肖尔的地方。他不是要肖尔。对。他要肖尔。我看到了。啊啊，这个啊。看一下就好。啊，这样。OK。肖尔的地方超棒的哎，还要准备肖尔。OK OK Three Two One。肖尔 Star。哎。哦。两分钟都没吃了，怎么这么快？不敢相信，来台湾第一个吃的是牛轧糖。My God！你们第一餐吃这个？我吃了原味儿。你吃什么？原味儿。原味。你呢？看不出来。有没有来台湾？最想吃什么？我最想吃那个烧麦。烧麦。还有那个小笼包。是不是？鸡翅里面有好像有、那個。鸡翅有饭，鸡翅包饭。对对对。想吃的东西怎么都那么特别啊？对啊，特别想吃那个。你怎么会想吃那个啊？你在哪儿看到？我在网上看的。真的假的？鸡翅包饭，夜市都有。夜市很多。是吗？对。臭豆腐呢？臭豆腐。不敢不敢。我没吃过。可以试试看，可以试试看。啊，他吃过臭豆腐。真的吗？臭豆腐。啊。臭豆腐를처음먹었는데한국에는그마파두부덮밥이라는치두부랑비슷한요리가있어요그건줄알고막밥이랑같이먹었는데치두부他第一次吃过臭豆腐的时候，就是他不知道那个很臭，所以他就猛吃。他以为是那个麻辣豆腐盖饭。然后就吃了一下，原来不是麻辣豆腐盖饭，是臭豆腐。那臭豆腐很好吃啊。태어나서처음먹어본맛인가출생이래第一次吃过的味道吧，臭豆腐。但我觉得很好吃啊。每个人口味不一样啊。你们可以试试看，搞不好会真的会爱上。除了那个味道，可是它其实是好吃的。不敢讲，他也不一样。他也会喜欢上臭豆腐。I hate 臭豆腐。今天带着台湾的美食小吃而展开的 Long Stay 生活已经过了三分之二，相信有越来越多人认识了世界少年，期待他们未来发光发热的那一天。哎，等等，宿舍都突击完了，忙内却还没发现他的红豆不见了。感谢你的，谢谢。你们是不是还少一个人呢、啊？红豆在哪？红豆，那只红豆呢？红豆，红豆，红豆，你的 baby 去哪了？我不知道안돼요. 제가 지켜줄게요.
重量的甜蜜想起你心中的珍惜我不配有的爱又是你的温特气好了 OK 走到红豆 OK 一走到红豆 ending 好的拜拜